能量，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本期精彩。FX 美艳亮相，竟引发男主持内乱。我上次选何老师，然后把这次的、对啊，你还说这次绝不抛弃我。等一下，等一下，我坏了，再来一遍。感觉没有感觉，还有爱的抱抱心跳游戏，状况百出，笑料不断，教你俘获美女芳心。这是我得到今年最温暖的一个拥抱，好感人。但是与此同时，你把你妹妹无情地挤在了外面。哦，管她呢。FX 惊艳全场，却引发女主持不满。是要比个高低。宋长兵对谢长兵的世纪大战，现场 PK， 谁是女中豪杰？谢娜、吴昕不服输，爆笑较劲儿，动真格。真来，哎，小姐，还有超刺激考验大 PK， 谁将遭受恐怖空降惩罚？科学实验站爆破角逐，让海涛泪流满面。FX 勇夺金银双牌 ，FX 却又被吓得四处乱窜。2, 3，稍后回来，让最美的她也爱上你。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马上回来，现在继续。来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又一次见到这种无缝的观众席，就是我们大本营真的很火。就是原本是觉得应该中间是有两个通道嘛，是观众可以上去，完全已经没有了。现在就觉得后排的观众是踩着前排的观众。你知道这件事传说中的云山人海，传说中的人路。人什么？人路。有人铺成的路，那是一条神奇的人路。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心情好啊，你会变得非常的好看。就像今天的朋友们，为什么就看起来都一个个都那么好看？你看
放眼看过去都是心情愉快。是的，因为我们今天会带给大家最美的一期节目。是的，因为来的嘉宾都很美。因为其实也是兑现年前的一个决定。我跟你说，就是如果可以，比如说说话算话，兑现承诺，我觉得就是很美的。因为之前宋茜来的时候就说希望可以这个 FX 早一点来上快乐大本营，合起来很快我们就实现了我们之间的这个约定。嗯，好，接下来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FX。首先是向大家问好哈，来，嗯，大家好，我们是 FX。 大家好，应该依次介绍一下嘛，对不对？一个人。好，首先是新朋友，哎呦，从来没见过你哦。真的吗？好陌生。初次见面，初次见面，第一次来长沙吧？对。哎呀，好巧啊！好，首先来我们宋茜来。大家好，我是宋茜。对，是第二次来快乐大本营，所以很高兴，然后这次能带四个成员一起来。好，下面是我们 Amber 来。大家好，我是 Amber。我是 FX 的 ABC。谢谢。OK。是 FX 的一二三。好，下面是我们 Crystal 来。是 Crystal， 四是四，行行行，对吗？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场自我介绍要念一个绕口令，但是算是很标准。因为那可能是他仅有的懂的中文吧，可能是。Crystal， 你最喜欢吃的中国料理是什么？馒头。应该是喜欢吃的是馒头，应该是包子。哦，我明白，这姑娘太好养活了，馒头就行。好，下面是我们雪莉来。好，雪莉。我最惨了。你好，我叫雪莉。哦，我爱你们。只不过说了一个我爱你们就热着了。那我们大家一起说一个我们也爱你吧，好不好？好，来，三二一，我们也爱你。害羞。
好，下面是我们可爱的 Luna。大家好，我叫 Luna 啊，今天我吃了火龙果。所以是你喜欢？喜欢？我喜欢。你喜欢？我喜欢。你吃了四个？四个。待会儿再送你一篮火龙果。好，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喜欢。Yeah. 开始认真了我。哎，娜娜，我找你拿。待会儿他找你拿。好啊，没问题啊。你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变一箱火龙果啊？他到酒店别的房间去拿。准备一个火龙果吗？那个就在我的工资里面扣，给他买一笼火龙果。好，那除了有歌声来向中国的观众问好，还有舞蹈了。那我们这个 FX 也有自己标志性的舞蹈，那是 Electric Truck 吗？还是哪个舞蹈？好，现在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这个是突然发作的，这个是，非常有。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说像擦玻璃一样这样擦。擦几下？三下。擦三下，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嘞，打一下尘土。一二三，打一下尘土，然后嘞，然后再擦，继续擦，再擦三下，然后这是个家政舞吧？再擦。然后拿着毛巾拧一下。哦，这是一个家政舞，就是拧一下，就是家政舞。拧完了呢，放下去，拧完放下去，下去再擦一下地板，擦一下，擦一下地板，哇，好有才哦！好，下面我们欢迎我们那个倩倩宋倩来一段这个很 sexy 的舞蹈，好不好？就是有一个设定一个情景，跟恋人分手的时候，恋人分手啊，要不要佳佳还是倩倩倩，你上次来啊，你上次来选了一个，你记得选的谁吗？我上次选的何老师，然后把这次你是不是就是上次对啊，你还说这次绝不抛弃我，那我这次要分手的，你介意我再抛弃你一次吗？不介意。可以啊，你们来一段那个分手的那个舞吧。因为这种从没有拥有过的感觉，也就不在乎了。对对对，来，你抛弃我吧。好。那 OK， 我要怎样？那我来这边。我坏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来来来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知道了，不能说你只是你分手，你那么趾高气扬，我没有任何表示，我知道了，来，来音乐再一遍啊，音乐再一遍，表示，哎，这回我就知道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走了之后在干嘛吗？你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他，然后他就去找 Chris 去了。没有，开始跑了。跑了，然后拉的那个。是是是，刚才展现的是恋人分手之间的一种互相的嫉妒心。这里面最难过的是我，因为我看到就是宋倩向我走来的时候心花怒放的时候，我想 OK 就抱得美人归也是不错。后来倩倩回头发现维嘉去找那个 Crystal 的时候，她又回去跟那个维嘉欧斗殴，我觉得最后就是这是我觉得错综复杂。这个我觉得我在这个故事里就是个棋子。我好喜欢，对啊，被利用了。我一说认真你就输了，认真我喜欢这一段，抱得两个美人归。哎，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故事 ，Amber 就会有不同的跳法。好啊，是不是 Amber？ OK， 也是同样的故事，也是跟那个 Amber， 你看你跟海涛，海涛的。涛的我是在一起 Amber， 这个男人好值得抛弃哦。我是被抛弃，好值得分手，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故事。哎呀，你随便过来再找另外一个男生。起呀，撒一起呀，
所以是什么？这么合适？所以是要一起去吃年糕的意思吗？吴昕说的是 F4 四个小时。OK， Amber 力气好大哦，一直摸着我颈动脉这样抠着。怎么样 ，Amber？ 你的想法？男人都是朋友，大家是朋友。哦，分手了还可以做朋友的感觉，这是 Amber 的个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这个照片，相信会引起现场的非常大的反响，因为这个照片呢，其实也是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每个星期追的一个剧里面的剧照，来给我看一下。哎。哦。致美丽的你，喜欢男孩子的打扮吗？새로웠어요신어재밌었어요他说觉得很新颖，很有意思。我看到在戏里面你也会经常有很多的运动，跑步啊，打球啊。你自己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그리고좋아하는운동요숨쉬기운동水晶说没有。不喜欢运动。不喜欢运动。OK， 好，那不喜欢运动。我觉得她应该是属于比较宅的那种女生。OK， 对，저혼자있는거좋아해요。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OK， 好，下面这个运动确实是需要两个人才可以，但是呢，我估计呢，我们雪莉应该也不会输，因为她毕竟个子比较高。嗯。那所以呢，雪莉，请你选择我们快乐家族的一个女生 MC 来比赛，掰手劲。选一个 ，choose one。我吗 ？OK。我其实……好，我们问一下雪莉，上一次扳手镜是什么时候？4年前。4年前啊？四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上一次扳手镜是上个礼拜。来了绿，山峰了，山峰了。哎，你看他自给自加油，都很有女人味，就自己山峰，你也给自己山。快点啊，快点、啊，队友啊！哎，各位，各位。啊，都可以。海涛下去平复心情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去。你过来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问大姐跟雪莉比啊，你站哪边啊？就是抛开你是快乐家族的不说，你非得要选一个。你必须要选一个，你希望谁赢，你就站到谁的身后。我要不就站中间吧。没有没有，跟随你的心走。没有中间这回事，你看你穿的跟哪个组合比较像？啊，那好像是。要不要谢谢他？他选他支持你，他支持，谢谢。没 ，OK， 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你不太清楚，他支持你不是什么好事哦。加油了，朋友们！OK。哎呦，哎呦，他劲儿很大、啊。哦，有 feel 了哦，娜娜加油了。好 ，1, 2, 3, go。哭了哭了！我跟你说，这么说，哎，没事没关系，换一个你的队员搞定他。一说到露娜，露娜安对，你不行吗？可以可以。我不行。你不行啊！你上次比手劲是几年级？是。一年。还早一些。一年前。哦，一年前。那么就用来。我们认很喜欢你，有一
一首主题歌唱给你。啦啦噜啦噜啦噜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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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那也是想让他笑，然后没有力气吗？对，变得没力气。我跟你讲，娜娜，你有本事你就搬赢 FX 五个人，不然他们一定会有人上来继续跟你挑战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赢谁赢不了他，他劲儿好大。来喽来喽，安顿。你可以跟安博讲中文没关系了，露娜已经进入到状态了，有没有？已经在聚气了哈。啦噜啦噜啦噜，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噜啦噜啦。OK， one， two， three， go， three， go。等一下，我还没开始，我还没使劲，我还没有使劲，咋回事啊？没有，何老师说 go， 何老师说 go 的时候，何老师说 go 的时候，我还没有开班，然后就已经把我弄下去了。开班？你要开什么班啊？等一下吧，来一次吧。没事，要不也算打平了，再换一个。你刚才算打平了吗？没有，真正来一次。但是他真的劲儿大，但是我想认真跟他比一次。哦，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对手，所以他想再试一次，跟你好好比一次。我办不赢他，可能。那这你肯定可。OK， 好严格。OK， one， two， three， go。One, two, three, go！ 你使劲了，没使劲啊？那你得使劲儿。没使劲。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你刚才短短三秒输了三次吗？我以为我看错了。分不赢他。星星上。真的假的？星星可以的。这还是他，还是你？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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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星星，你要不要换一个？欣姐，你用腿吧。不是，少。欣姐，因为腿粗比较有劲。OK 吗？好，现在 Luna 已经开始有信心了哈，来，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开始喽 ，One, two, three, go！ 等一下，你掰啊，不可能，来，我们先左手来一下，他是真的有劲儿。哎，我们换海涛吧，他是两个手都用的，本来。好 ，One, two， 要过来一点，他那边好。好，来 ，One, two, three, go！假的，假的，好猛啊！那姐，你怎么了？那姐，可以了。那姐，你不是这样的啊？他真的是有劲，我不骗你。哎，他都还没有上，因为他今天我彩排的时候，但其实他是最，你们俩其实 Luna 是最有力气的，所以娜娜就是一不小心挑了一个最有力气的。完了，我还在搬之前轻视人家，来了噜。而且你一边唱 Luna， 一边还在翻白眼的噜。OK，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我们 FX 里面其实藏龙卧虎 ，Luna 看起来就是个头小小，但力气非常之大。那其实呢，我们成员当中还有一位人呢，他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其实非常之强壮，据说呢还有很厉害的腹肌。我们来看看他的照片。你是怎么练的腹肌？很厉害耶，女生练腹肌很厉害。어렸을때어네어렸을때윗몸일으키기를많이했었어요他说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锻炼。我以为从小就长出来的。그래서지금안에도있어요所以现在不锻炼也有。是用那个仰卧起坐还是？对，仰卧起坐，而且他现在喜欢吃牛肉，所以好像保持的比较好。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有观众朋友呢，就是记得我们 Crystal 曾经在以前的就是比赛当中，就是那个综艺节目里比赛里面摔跤，还拿过这个很好的名次，就是摔跤，就是女生的那种，就是这边绑一下，对对对。看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她是那种很弱的，好柔弱的那种。对，所以呢，我们刚才是掰手劲的一个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就来现场来摔跤，好不好？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宋长金对谢长金的世纪大战。娜姐，你没有油哎、欸，没有油。娜娜，没有油，油是。倩倩，我们做个交换呗。你这儿缺盐吗？暂时还不缺。不缺啊，我就是关心一下。他把一个生肉塞到了嘴里。哎呦，这姑娘在韩国到底过的什么日子？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马上回来。来自新西兰的羊奶粉宝拉贝缇，均衡营养，易吸收，不上火，让中国宝宝快乐成长。羊奶粉，我爱宝拉贝缇，现在订购可获赠宝拉贝缇助眠枕哦。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说实话我们确实是没有玩过这个，不懂，我完全不懂。我觉得在开始之前应该还是请这个各中好手很厉害的那个 Crystal 来跟我们教一教好不好，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要怎么玩。对，여기잡고他说先抓在这儿쓰러뜨리면돼요，什么迅速的伸进去，手迅速伸到红袋子里面，然后把人摔倒就可以了。哦，没有秘诀，其实就是哦，用腿绊。对，用脚绊住对方。好。好，行行上。啊，我们首先那个，来 ，Crystal 老师啊。行行加油啊。好。行行扎头发。抓头发，要把头发甩一下，像 Crystal 那样。星星，你说同样都是穿黄色的衣服、okay. 啊，有什么话要对星星说？상대방한테무슨말을하고싶어요？살살，请你轻一点。哦，轻一点。啊，可以可以，我是冠军。星姐穿的像武松打虎的虎。好，来 ，one, two, three, go！ 吴昕是跃起来倒下的是吗？星星星星，蹦起来倒下的。星星有什么样感觉？我觉得是我把他掰倒的样子。你们没有什么僵持吗？哎、对呀、啊，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这是第一次嘛，对不对？你有没有一些感悟，或者是觉得有吸取什么教训？教训就是可能我下次搬他的时候，我可能要我在上面，这样就是我赢。你要再不对对要不要再试一次？好，我会了。Crystal 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因为他没有弄过哈。好，来啊，他会了。会了啊。哎，这个好看呢。抓不到，星星加油啊！星星，你抓多一点。星星，等一下，你的腿的位置完全，星星，你看那个 Crystal 那个位置站得多稳，你要把握好你的那个对，来，底盘放低，对 ，One, two, three, go！ 你傻呀？One, two, bang！ 好，各位，现在传说当中无所不能的女人，现在在开始系鞋带了。娜娜也是从来没有玩过，而且她这几天踢人呢，而且她这几天肚子疼，所以呢，其实她今天也是带着快乐家族的期待哈。你还可以吗 ？OK 哈。哎呦，不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哎。就是你要防着他的腿，他腿特别快，你就一二三，你就先插过去。腿部要移动快一点，别让他就是能够有机可乘。他说他已经做过两次，然后再跟你比的话，他说他很没有力气。我来。既然你都翻译了，就你来吧。他绑的跟我们不一样。知道了，是绑绳的问题。真的是绑绳的问题，我们绑的不太对。我帮你绑，来。
好，两位首先请握握手，对彼此说一句真心的祝福。手下留情。啦啦噜啦噜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露娜。好嘞，两位各就位，预备姿势。加油！加油，妈妈！啊！他只抓我，不让我抓他。不是夹着裙子。哇，厉害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宋茜 and 谢娜 ，One, Two, Three, Go！ 那这是怎么的呢？这算怎么样？他的膝盖先碰到。哦，膝盖先碰到，就你的膝盖先碰到。OK， 好，1-0啊，来加油啊！就你的膝盖先碰到，所以你要小心，你身体别不要碰。除了脚先碰地那个就要输。好，现在呢我们 FX 的四位呢也非常关注我们比赛的进行情况，现在呢他们两位已经纠缠在了一起，那这一轮谁会赢呢？ One, Two, Three, Go！ 节奏哎，小心，哎，这个算怎样？好，再重来重来啊，来 One, Two, Three, Go！ 来，对吧 One, Two, Three, Go！Go! 小心小心啊，小心他随时发难啊。睡着了。哇，真来。哎，小心。真来。哎，小心。哎，他们两个要打到天边去了。他们两个好像。你们两个齐来评价一下对手，评价一下对手。娜娜。啊。你觉得势均力敌耶。倩倩。他真的好大力的，其实拼差不多，所以好像两个人一起僵持。对，我觉得你们为什么地方不够，是因为你们就是彼此有一种。这个肯定是小了的，除非是就是像他跟欣欣那种直接，对，开始不用动就下去了。一旦要僵持，就是哪怕走两步，肯定得摔出去。对，因为这个得稍微大一点才安全。刚才娜姐没有在比，娜姐。我知道，因为你们两个刚才那一下真的还挺重。因为我们是这样摔下去的，然后我是膝盖着地，要不是这么多人在，我都哭了。哎，而且他们两个真的刚才有在使劲儿，因为我感觉到娜娜就是一种使完劲之后的那种颤抖感。对，倩倩，你刚刚摔没事哈？我没事，没关系。OK。是膝盖的声音，我是屁股这边落地。听到那个膝盖的声音 ，OK。好，我们下次弄一个大的，让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玩哈。接下来这个比赛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宋长金对谢长金的世纪大战。娜娜会做饭，我们在快乐大本营曾经见过，我也吃过她做的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听说宋茜也曾经创下过半个小时做9样菜的这个记录。对呀。好，那今天就这样了。能吃了。对，今天呢，我马上就要请这个宋茜和娜娜呢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这个比赛呢非常之残酷。事实上呢，我们现场有一位食神，就是海涛，也可以叫我吃货。明明给了你一个那么好听的名字，食神是好听一点，吃货更适合。既然你确定了吃货这个名字，我们就用吃货好了。我们今天的题目由海涛来命名啊，这个题目。然后呢，我们会给30秒钟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谢长金。和宋长金进入到我们现场的超市去抢原料，能抢到什么就抢到什么，而且请注意，你抢到的东西你必须要用到你的料理里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小段准备的时间，当操作时间开始之后，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而全程海涛会戴着耳机戴着眼罩，他会不知道哪道菜是谁做的，当他品尝之后，他说谁的好谁就好，输的那个人要向赢的那个人奉茶和尊他为师傅。好了，那我们首先呢，请海涛宣布你今天想吃什么。好了，我今天出的这道我想吃的考题就是豆腐。好，海涛来，请坐好，这就是你的宝座啦。好，那接下来呢，只有30秒钟，预备备，计时开始。
明明这里有盘子，为什么他们都不用呢？好，请注意，只有三十秒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啊，肉肉肉肉肉！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娜娜，你抢的盐，各位，娜娜抢的盐。然后现在盐在哪儿呢？可怜的海涛啊！娜姐，哎，那不用了，那不用了，那不用了啊！娜姐，那地上还有点肉呢。哎，没事儿啊，我们会做熟的，虽然掉到地上了啊。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宋茜同学抢到了麻油，我刚才植物油、生抽。我觉得宋茜要感谢我的，我刚才那个肉已经给他抢走了。我看、我感觉他就是没有这个肉，今天就是失败的，我就让给了他。好，对，真的要感谢。Okay, 然后呢，他还抢到了姜和这个肉，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倩倩这边没有盐。哎，真的没有盐，都在这儿呢。有生抽，好。然后娜娜这边呢，抢到的是。这个呢是有豆瓣酱，有老抽，然后有花椒油，然后有从宋茜拿走的肉的那个筐里捡的剩的肉渣，还有一些大葱和盐。OK， 那接下来呢？娜姐，你没有油哎，没有油，娜娜没有油，油是？对，娜娜你没有油，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水煮行不行？水煮。哎，交换呗，用盐交换的它的油，打不打不开？用盐换点它的油，打开了油。花椒油。倩倩，我们做个交换呗。你这缺盐吗？暂时还不缺。不缺啊，我就是关心一下。宋倩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宋倩，你那边没有一个就是提味儿的东西。我们这边倒是，你看有那个有豆瓣酱、盐。但是你那就是给点油给我们呗。那你们那边需要油了？需要。也不是说需要，我主要觉得你那就那就说嘴别硬，这个时候。不需要。那你们不需要油啊？我是不需要，因为你差点东西。那就那就没关系了。好，大家都准备好了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啊！五分钟计时。看这儿，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两位女生呢展现的是刀工。哦，娜娜现在把豆腐呢切成非常大的方块，直接扔到了水里面。这一块会不会也太大了一点？好，这边我们看到娜娜的手法呢也相当的快捷。因为没有抢到油，改变了方案。对方也没有那种要让我的意思。没有那种粉身碎骨的感觉。哎，你做菜的时候还会跟菜聊天呢？他一直在跟大葱说话，他会很疼的。那些葱有回应你吗？没有，因为我有一次，哦，直接用手抓呀，没事了，哎呀，没事。哎，好，接下来，哎，你现在倒的是生抽。好 ，OK。好，娜娜这边用开水呢穿了一下这个豆腐，现在又把它捞出来了。现在。现在因为没有油，他吃生肉。他刚才抓了，问试一下感觉，他把一个生肉塞到了嘴里。哎呀，这姑娘在韩国到底过的什么日子？好，现在时间过半，厨师们不要着急啊，时间过半了。哇，他方法不一样哎。哎呦，杜老师可能会爱这种吃法哎！哇！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因为我没拿没有面粉，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哎。会不会散是不是？对。别慌，别慌。我知道了，他想现场做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哦，好聪明，老师。也不是聪明，就是懂你。从刚才开始就开始懂我。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啊，两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而这边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又不给你勺，有勺，楠楠，勺呢？好，下锅了，下锅了。哟，哎呀！好，两边请注意，我们控制时间，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1/3的时间了。怎么办？怎么办？应该会来得及吧？他那边怎么换人了？哎，还可以有人帮忙的呀。好，现在只剩最后1分钟了，各位加紧呢。会吃吗？会的，会的。现在我们娜娜呢，炒了一个哨子，对吧？娜娜在全程的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专注，她只说三个字，说了10遍，这三个字就是没有油。娜娜，你做菜都不戴手套的？没有给手套。你确定这些都要确定洗了手吗？这些食物可是要到你兄弟倩倩，你要关注一下这边，别烤别炸过了哦。啊，现在这是干嘛？现在我就在想豆腐，因为没有入味嘛，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蘸，可以蘸，等一下可以蘸一下吃的东西。哦，好，飞快的做。哇，现在谢娜已经直接在手上开始动刀子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娜娜会在这个时间里面做2份，虽然没有油。别切了一半手进去。好，最后的15秒，我们都给大家多一点的5秒钟的时间。我们这边出锅了，别慌别慌啊。娜娜这边也好了，我们给他们一些装盘的时间。各位请注意，现场有一个男人已经快昏睡过去，他的名字叫杜海涛。现在宋茜最后在他炸好的这个豆腐上面呢，浇上了他刚才临时调的汁儿。哎呦，我也好想吃，看起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娜娜最后呢，加了一点这个麻油，在他炒的这个起码我没有油。没有油的麻婆豆腐上面。手法是相当的娴熟。好了，时间到了。我们已经进入最后的摆盘阶段。好，首先我们为大家呈现宋茜的作品，来端到前面来，给大家看一眼。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那这个我们就放到这边啦。好，我们等娜娜装盘啊。好，可以了，来。这也很厉害的哈。厉害耶！哇！而且它有个最大的优点，量足啊。没有油是怎么弄出来的？它用水和那个和肉汤。哎呦！藏的。没有油。好，完成了是吗？完成了哈。没有油，好了，来，我们先把它都放到这个 OK 了哈，先把它放到这儿 OK。 好，接下来呢可以把那男的叫醒了。耳机可以摘下来了吗？可以摘，全部可以摘了。眼罩耳摘是吗？好，睡得舒服吗？你说了这么久，给我准备上床多好。食神啊，不吃货，请吃。这是3道菜啊。对啊，你就吃，你不管3道2道，你就吃，你觉得哪道最好吃，就说出那一道就行。你第一个吃它的原因是？这个看着不太美好。OK， 好，请吃。我想尝尝味道。OK。把好的留在最后，对吧？做做，好，这道菜的感觉是入口即化。然后呢，有一些微许的弹牙。OK， 好，味道怎么样呢？味道
有点清淡呢，不够咸是不是 ？OK， 好，有油吗？这里面没有什么油味。OK， 好，下面第二长得就没有什么油。OK， 第二个机会留给那个，给我拿一个水，我漱一下口啊、哦。标准的，哎呦，用口水讲的，标准的食神啊。用牙刷吧，来，因为我建议你刷完牙就可以上床睡觉了。还有肉，有肉的菜都是好菜啊。有一些微焦，说明这个做工的手法上花了一些心思。坐坐，好，非常有满足感。OK， 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好，第三道。我为什么把麻婆豆腐放到最后一位？因为是你的最爱。因为我对它有很多的期许，然后也说明这是一道名菜嘛，所以大家非常关注它。对，刚才这道菜在我嘴里的感觉99分。 OK， 很舒服那个感觉。食神亦或吃货，今天你会把第一名给哪一道菜？哎呦，太欠打了，杜海涛，做作至极。只不过是三盘豆腐而已。真的，哎呦。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最好吃、最有口感、入口最像豆腐的，就是，在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年度豆腐大赛最后的冠军是。在那睡傻了？没有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吗？这个真的呀、啊，这个是那种清淡，因为这个虽然好吃，为什么我给99分？但是那一分在于我对它是有期许的，但是那一分就在于没有达到期许，没有达到我的感觉。这个虽然很好吃，这个真挺好吃。然后呢？但是我总觉得都好吃，你却……但我是觉得这个的感觉最有我内心。你吃到了什么？明白了，因为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我可能没说清楚。你说吧。因为我到了斋月，我最近吃这种清淡，所以在我心目中，海涛是这样。海涛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月要求自己，其实不是跟任何习惯、生活习惯没关系，他就坚持要求自己这一个月里面只吃素，只吃素。所以呢，最后胜出的是这是谁啊？这个卖相相当之糟糕的娜娜的作品。长金有什么话要对吃货说？我这个稍微有点不公平，因为我做了两道，所以选中的几率比较大。但是你是在同样的时间、这个也是你做的吗？ 对，你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做的，所以呢也算是你入选了。宋长金有什么话要对吃货？吃，让别人去说吧。好，我可以尝一下这个吗？可以啊。你会把第二名排给谁？第二名还是真的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黑色的葱炸的葱。那他怕他崩开，他就把拿葱给他绑了一下。葱都焦成那样。好吃、啊，我凭这第一名。你要知道这道，你要知道这道菜的做法。没有，对不对？这是。他回归了豆腐的本质，就是那种。这不就是一袋豆腐掉在地上了吗？没有油。我凭他第一名。我也要尝一尝我自己的。我凭他第一名、啊、我真的没有自信。我凭倩倩第一，真的好吃、啊。是好吃的，真的是好吃的。还行。还行哈。来来来，谢长金，你坐到这儿。我们愿赌服输啊，你坐到这儿。
然后来什么送长巾，来给师傅奉茶，说师傅以后就跟你学。好，要怎么放、啊？我帮你端着，我帮你端着。来，送长巾，你坐上去。谢长巾。都没有水啊，在这里面啊，这是茶呀。我这样吧，我说，小肚子把那个端上来。这小肚子好吧？好，已经倒好了啊。需要我吗？师傅。哎，不用。哪里哪里。我们一起喝吧。哎，稍等，稍等，稍等，一起喝，稍等啊，来着。我们一起加油，把中国的厨艺推向世界。好。等一下，你们俩把中国的厨艺推向世界，为什么蹲着推啊？推得有诚意。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节更精彩，超刺激考验大 PK， 谁将遭受恐怖空降惩罚？还有爱的抱抱心跳游戏，状况百出，笑料不断，教你俘获美女芳心。这是我得到今年最温暖的一个拥抱，好感人。但是与此同时，你把你妹妹无情地挤在了外面。哦，管她呢。是这样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马上回来。来自新西兰的羊奶粉考拉贝缇，均衡营养，易吸收，不上火，让中国宝宝快乐成长。羊奶粉，我爱考拉贝缇，现在订购可获赠考拉贝缇助眠枕哦。赢，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下载我们湖南卫视的电视互动手机客户端呼啦，加入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快乐俱乐部。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比拼，高空危机很简单，这个球呢用自己的手拽到顶上，松手一抓，打到头算输。如果没有打到头，就测量这个球和头之间的距离，距离短的为赢。每队派三个人，我们先来派一个，因为我们派一个的话，因为他们是客人，让客人可以商量好一个对策，派出谁来应战，好不好？我们派谁呢？哎，对，我觉得他，好，我来，好，我先来嘛，但我不太，我不知道怎么掌握好那个火。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来 ，Ladies and Gentlemen。杜海涛先生，自己想好了就来啊，可以了哈，给我一个倒计时吧。OK， 我明白，我明白，你自己没有办法做主你的人生。三、二、一。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没有没有，公平一点，公平一点，公平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你们人家 FM， 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不可以啊，再给我一次。不可以，不让你。不可以，这边说了不可以。不可以听这边的吧，要不然他们还要再来一次。我有点抽筋了，太久了。不可以，给我再。因为我还如果不行不行，哎，别闹别闹。耶！
好兄弟，好兄弟。可是你要给我们一个。可以、okay? 我可以吧，可以。好吧，那这样双方都就是只有第一个人有两次机会，好不好？哎，我再。好，来啊，海涛，请你往前走一小步，再走一小步，好 ，OK， 可以了。来，大家快看，海涛又哭。大家还记得上次被锅砸了他哭吗？这次球还没砸着就开始哭了。开心，我兴奋，我兴奋。好，来，海涛自己了。你说什么？我一定会成为坚强的。我不哭，我不哭，我是真男人。三二一，来，三二一，还不如上次呢。还好，来，欣欣量一下啊，看看我们这个海涛。七十五的位置，这是我们海涛为我们快乐家族队赢得了一个75厘米的成绩。那接下来是 FX 要派谁了？我派这个雪莉上场。哇，为什么派雪莉？为什么派雪莉迎战海涛？我派这个，他说因为海涛做过了，他有信心。加油哦！好。One, two, three, go！ 哇！三十五，漂亮！恭喜，35。好，下面 FX 先派人 ，FX 先派人。在场哪位哦 ？Amber， 准备好了啊！一、二、三，走！不行！好，那就都公平，每个人都算第二次好了。谢谢你们。好，加油 ，Amber 哈，来。OK， one。Two, three. 哇！哇！这个甚至好，30。海涛，你把放到他的头的位置哈，30也是30的位置，30。哦，目前的最好成绩30。我们谁？现在大的比分是1-0，我们派出了维嘉，为什么？我们派维嘉来对阵 Amber。他老谋深算的，我想奠定胜局。奠定胜局啊！因为今天加个头发。哦，对了，我忘记了那个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惩罚的，就是一共三轮嘛，输的那一队要派出一个人来，就是直接要被球打一下。好，我们也输了，派海涛。好，佳佳往前走一点点。加油！佳佳，你不能输了，因为我们已经1-0了。好，来啊 ，Amber 有可能用30厘米战胜维嘉吗？3、2、1，走！哇，都这么厉害了，这成绩已经非常好了。你知道刚才都已经到这儿了，然后一下他有个弹力，你要再一次吗？在哪？不用了。就很近了，20。好。就算没有头发的话，也是差不多28、27的样子，1-1。好 ，OK。好，我们这边派出的是谁？快乐家族先上 ，Nana。One, two, three, go。用不着这么严肃的脸。哦，厉害了，往高一点，头顶的位置。25的成绩。好，我们 FX 将派出谁来迎战？输了就要砸脑袋了，我要加油哦。 One, two, three, go。显然是
显然是还是量一下，还是量一下，量一下啊，来。其实成绩已经很好，已经很好，差不多在30的样子，30的样子，所以获胜的就是2-1，最后获胜的是快乐家族。好，那下面我们 FX 要派出一个人来接受这个惩罚了哈，我们要用球砸一下。为什么 FX？ 不是不是。哥们，你们不怕我哭了吗？哭一个。好，等一下，等一下 ，FX 已经商量出一个结果，他们要派出他们一位成员来接受惩罚。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要派的是谁？3、2、1。涛涛，现在你可以拒绝，你可以对这五个女生说我不，我就不。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愿意。或者海涛，你觉得是不是你要谁跟你撒个娇？我要是你要谁跟你撒个娇？对，要是可以，那就啊，别吵别吵，听我的，哎，听我的，大家都别慌。这样好不好？那可以让他去拿那个吗？要什么啊？他可以去拿那个。哦，他要死也要死在你的手里。危险，危险！哦 ，so gentlemen， 哇，好感人哦！小心！对不起。等会儿，我一会儿要是哭了也是兴奋的。你让开，我来。不烦人呢，多大点事儿？OK， 来三。一下是有点疼，但是还是心里还是甜蜜的，哎，心里还是。我挑战一个最低的，好不好？好好，来，娜姐现在挑战一个最低，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来了，挑战最低，谢娜。通常有时候这种神来之笔就会有两个结果，极喜或极悲。我们祝福娜娜，来，3、2、1。没事，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需要默契和团队精神的一个游戏了。那我们想问一下 FX， 你们成军这些年来，大家是不是就是相处的也非常好？然后呢，要看看你们就是在这里面最默契的会是谁跟谁哈。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总是能够掀起极大狂潮的爱的抱抱。爱的抱抱 ，Ready Go！ Listen to me， 有个人就这样就抱住了我，这是我得到今年最温暖的一个拥抱，好感人。但是与此同时，你把你妹妹无情地挤在了外面。哦，管他呢。是这样的，不是海涛一开始抓住了我，然后 Amber 冲过来之后，海涛就把手撒开了，丢出去了。看我跟 Luna 从刚才的那个对手成了现在互相救命的朋友。你看他们俩还在手拉着手。来来来，我觉得最不容易的一对就是倩倩和 Crystal， 因为就是倩倩本来回身已经要寻找 Crystal 的时候 ，Crystal 因为好着急，你知道吗？扑过去直接把倩倩推倒在。你叫我说反了，何老师。你说反了啊？你说反了。哦，是你把他扑倒了吗？对。
没有，是张阿九他回来找我，然后我正好要扑他，直接摔倒了。哦，而且我就在你后面，你就踩着我的腿，然后就，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倒，是因为踩到我腿上了。我说怎么有一个障碍物？哎，我还要对不起你，对吧？OK 吗？继续。OK 啊 ，OK 啊。等一下，等一下，星星，你要不要向全体观众撒个娇，然后再重新回来？不用了，不用。星星来一个吧，星星。现在游戏升级，游戏升级，每一个人到最前面的时候，要有一个 dance 的动作，每一个人啊。OK， 好，来 ，Ready Go。来 ，Ready， Listen to me，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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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海涛，段海涛出来吧，段海涛你出来吧，别蹭了 ，Seven 是几呀？七 ，Seven。是这样的，剩下八个人 ，seven。我其实刚才都在他们里面了。对，你明明是最先找到组织的呀。然后宋先生，你走吧，你走。你要为什么？然后我的手，宋先生，你走吧，你走。我的手已经来回迂回好几个人，拉到最里面的人了，就回来了。哎，跟观众撒个娇，看有没有可能回来。不要！别！啊！要不要海涛回来？Ready, go! 不要忘记跳舞哦 ，dance. Listen to me, 哈哈，哈哈。回家，你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你永远跟雪莉在一起吗？雪莉她需要我呀。刚才我看到的是 Crystal 这样抱着雪莉，然后你的头扎在他俩的腿之间。他们俩就是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揽入怀。我跟你说，维嘉每次离雪莉很远的，刚才雪莉在我这边，维嘉在那边，为什么抱的时候他就能够每次都能抱到雪莉？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你明明是在两边都有机会，你离两边都很近，对，最后为什么你 out 了？因为维嘉放弃了我，他没有，没有，我确实是，就是开跑的时候我就是跟你对眼神。其实我没有输，是我们四个人抱在了一起。OK，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就是、高风亮节。好，现在各位亲爱的朋友。FX 一直都在，就是多了一个谁啊？但是只要有雪莉在，维嘉就在。大家坚持到最后 ，OK。OK。死死的抱住雪莉。坚持到最后。Yeah。我帮你订今晚的机票。雪莉劲儿小，挣脱不开你哈。雪莉力气大，是我挣脱不开她、啊。雪莉力气不大，力气大的是 Lula。OK， 好，我们我大圈一点啊，大圈一点 ，Ready。他说他们商量好了，不管怎么样把他推出去。不可能，绝不可能。好，来，圈子大一点啊 ，Ready Go。Listen to me。FX and Vega Four。你抛弃了雪莉，你抛弃了雪莉，你抛弃了雪莉，雪莉还在找你。嘉哥真的好快，好快，真的好快。万万都想不到，
雪莉跟 Crystal 都出去了，居然还有佳妍。哇，他说的好话，本来他们两个人要过来，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回家搞，就直接撞起来了。OK OK， 他也很 Amber 也很需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逮到我好开心。OK Crystal， Thank you， 你要再争取一次机会吗？你要向观众撒个娇吗？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就刚才那个。雪莉要在吗？雪莉也在啊。在呀、啊。等一下，先让雪莉撒个娇啊。啊！这真的想玩，你们有吗？前面撒娇都是不走心的，这个真的走心了。Ready go！ 来，海涛，有没有我？有没有我？有没有你？有你，快点加速，快就复活吗？观众朋友们，你们没有看错，维嘉和雪莉依然在一起。Ready go！ 不应该淘汰的就是维嘉，因为明明在他们中间，他一直在最中间。然后最可爱的是 Chris 已经出去了，从这边挤出去，从后面又抱回来。然后他们五个一直就想办法要把维嘉踢出去。有人挠我痒的，有人拽我裤子的，什么情况啊？然后就是在你们五个人把维嘉挤在中间的时候，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悠悠的在我旁边说了一句：“我好羡慕维嘉，杜海涛。”你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还有好遗憾这个游戏。好，所以最后胜出的就是我们 Apex。 好，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科学实验场。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节更精彩。科学实验场爆破角逐，让海涛泪流满面。FX 勇夺金银双牌，却又被吓得四处乱窜。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倩倩不是第一次玩这个我们的科学实验站，上次呢也体现出了这个非常大的力气。那今天也可以说是为我们 FX 夺胜定做的。那我们请问一下维嘉，我们就是在这站着，在这讲话，或者我们活着，就也是有原理的吗？是无处不在的。是什么样的原理？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其实呢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呢，胸腔打开，然后压强变少，所以外面的空气就才能进来。所以就是这种自然进气的原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呼吸，其实里面也蕴含了科学原理。对，那海涛最适合的、最擅长的那个。B-box， 这里面也有科学原理吗？这里面有、海涛，你做完 B-box 之后，宋茜笑了。
其实我们经常男生喜欢的吹口哨也是蕴含着原理，这是空气流速突变的原理。比如说你速度突然改变，通过你嘴嘟起来这个非常小的孔的时候，它就形成了跟口腔形成了共振，因此就出现这样的声音。OK。哦。OK， 那今天我们导演组其实是重礼以待，所以呢，我们今天经过小的游戏之后呢，会得到金色或者是银色罐里面的礼物。OK， 我们首先问一下我们这个黑人当中最受欢迎，今天是派出小芳跟亚鹏，听说小芳是特别受欢迎，我们节目组真的是有在用重金准备这些礼物吗？小芳的点头并不是为这件事点头，因为她头太重了，就这样耷了下来。她已经尽她的全力，她我而且我估计她点头不是针对说节目组有用心的准备礼物，而是说在黑衣人当中她人气最旺这件事情。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把我们今天热身的道具拿上来了，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比拼。来，各位请看。好，很简单，这是两个气垫的这个脚垫，通过来回踩的，刚才维嘉说的那个空气的压强的原理，头盔上的气球就会变大，哪一组先把气球挤爆，哪一组就获胜。每一边要派出三个人来，我们首先请佳佳和吴昕到我们这边来，好不好？快乐家族要派三个人，这个我们 FX 要派三个人，首先派出两位是参加速度组的比赛，就是要越快越好，好不好？我们 FX 派出哪两位？速度型是哪两位？好，是派出了宋茜和 Amber。 好，那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小芳上来指责我的主持，怎么了？我说一边派出两个人，他冲过来在我耳边说：“何老师，你错了，是一共四个人，两个队，一边两个人，不是四个人的。”小芳，今天你的贴吧可能要被铲除掉，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了。不，不要这样。亚鹏要上位了，亚鹏现在暗喜。刚才这句话就是亚鹏让小芳过来说的。《甄嬛传》啊，这就是，所以我们台要拍一个黑衣《甄嬛传》吗？哦，这边还有两个黑衣人呢，忽略的太彻底了。村里来新人了。这边那个小黑是早就来了，那位也来过几次，但是因为在江湖上没有什么个性，所以现在还是以无名氏的身份存在。不如就叫他小崽子吧。OK， 一边两个人，我们派两个，我们这边派谁？派佳佳和海涛。OK。好，有一种胜之不武的感觉，因为派两个大男人对两个小女生了。是的，但是我们不怕的。好，首先谁来？你们派出两个人不是一起吗？一起啊，不可以一起啊，我们想轮番上吧，好吧？一起吗？好，来，请各位上装备。好，我们的黑人现在来帮我们把这个装备弄好啊。第一轮速度比拼，两队分别派出两人参加，先将气球踩爆的队伍获胜。第二轮优美比拼，两队分别派出一人参加，必须按照随机播放的音乐节奏来进行踩踏，先将气球踩爆的队伍获胜。比赛之前，首先听听看队友的祝福。首先是娜娜跟欣欣对海涛和维嘉送上你们的祝福。就是认命吧。认命。随缘吧。好，接下来是我们 FX 的我们的 Crystal、雪莉和 Luna， 祝福你们的队友。加油！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海涛还在跟他小小的头盔搏斗的时候，我们的比赛已经刻不容缓了。Ready， Go！ 你打我干嘛？我头也没动。好，大家离开一点，安全距离，离开一点，安全距离，不要炸到脸哦。各位，宋茜已经快接近成功了。
Amber 加油。宋茜加油，差一点了。海涛作为一个男人，不完成这个任务，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的。我们所有的观众给海涛掌声祝福，好不好？海涛，你加油，你可以的。啊，真的吗？我了解了一下，伟哥给你买的是商场里面那种过年庆祝的那种。海涛，哥哥帮你。你要来一个？海涛纯爷们儿 ，one two three go。海涛不哭。这是刚才我们的速度组，马上呢两队各派出一位，接下来参加的是优美组。优美组除了要把气球挤爆，我们主要考虑的还是过程当中动作的优美，舞姿的这个曲线感哈。好，我们首先问一下我们的 FX 会判，我还以为你买了个浴帽。好，我们派出的是谁？ FX 派出的是 Luna。 好，我们快乐家族派出的是谁？谢谢谢谢。好，两位上装备，辛苦我们的黑衣人 Luna。 Are you OK? OK OK Lucky 哈、huh? Amber 和宋茜俨然已经成为了熟练工，他们现在哇好 OK 哦、oh. oh, 经过姐妹的这个帮忙之后，她感觉非常有 feel。 好， Ready Go。Luna， 好样的！要背要背要背，抬手。Luna， 注意你的表情 ，Luna。放弃，星星，不要让海涛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太强，知道吗？星星，你应该跟海涛拿的是同一款气球。Oh no！世界清净了，辛苦家，辛苦了。好，我们这一轮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 Luna FX， 恭喜了。好，那马上呢就由我们FX 来选择，因为两轮都是你们赢嘛。好，首先宋茜跟 Amber， 你们要选银桶和金桶当中的哪个？金的。为什么？漂亮，漂亮，金的比银的贵吧。OK， 首先把金桶挪到中间来。好，首先呢，我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先把这个桶移到这个位置，在这个桶的下面会有一个指令，看到这个指令之后就照做，好吗 ？OK， 两位，照做就是，就做就跟他一起做就好。先把它移开，往这边，往这边移。哦，好重啊！再移开一点，不知道什么。摇摇摇 ，shake。
OK， 介绍你们的歌啊，好，把它倒过来，翻转过来摇，翻过来摇，宝贝儿，翻过来，翻过来，转过来摇，一二三，拿起来，哇！好，现在我开始计时，30秒能摇多少就是你们的。时间到！哇！哇！耶 ！OK， 好，接下来 ，Luna， 银色的这个奖罐了，来，我们到中间来。好，首先我们把它往那边移开，看看这个下面是什么字。OK， 哦，闪。闪。那接下来呢？就是 Luna。把它翻过来之后呢，就要赶快闪了，好不好？好 ，one two three， 要不了吧？啊！我们佳佳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个原理呢，这个就交给我吧。对，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桶里面呢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装的是碘化钾，另外一个杯子呢是装的还有洗涤剂的双氧水。但其实就是一个化学反应，两个溶液放在一起就产生大量的氧气，然后就哇哦，所以喷出来的其实就是洗涤剂的那个泡沫。对对，闻起来有个洗涤剂的味道。既然这么欢乐呢，其实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溶液呢，这样流下来的时候，有一点像是个这个盖住了这个桶子上面好像有头发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欢乐的事情，我们就用这样的原理呢，来给场上的人来换头发的颜色。好，我们首先要弄到头发上，对吗？对，首先我们 FX 选择任何一个主持人，不是弄在头发，不是弄在头上，是我们在罐子上，罐子上印了人的脸。哦，我了解了，就是好像是头发一样。FX， 你们想看哪个主持人的头发？雪莉又选择了维嘉。雪莉的 OK， 好，那我们就把维嘉的罐子拿上来。哦，我们先把这个收一下，先把这个收一下，来，谢谢。对。你们帮他选一个颜色好了，这个的，好，紫色像选择这个是不是 ？Green，Green， 好，他们为维嘉选择了绿色的。绿色，我不要绿色。好，来。啊呀呀，什么？天啊，恨不得不动不动吧。OK， 绿色今年流行哎。好棒。我要看看什么样子。One, two, three。哎呀，我们好点。OK， 好，那接下来 ，FX 每个人给自己选一个颜色哈。好，雪莉选的是紫色。然后 Amber 选的是红色，然后倩倩选的是蓝色 ，Crystal 选的是橙色。他们都给自己选那么好看的。好 ，Luna 选的是粉色。各自拿着自己的颜色，放到自己的罐子后面。好，放好了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我们的黑衣人喽。Listen to me， 各位亲爱的朋友。FX， one， two， three。家中的碗，宇宙无敌搞笑天团空降大本营。我们经历了998个一难，终于来到了这里。为求团队发展，
他们秀歌艺。你想你想你想你。评 rap。谁呀、啊？来一段 beatbox 的。讲相声。我是喝酒只能喝一盅的一盅天。我是这个能够海量下载的这个济南海。魏征队长一职，他们卯足全力，火药味十足。照耀我心上。节奏感，那么难道？啊、我选择了你。国声定做道歉大会，又会闹出怎样惊为天人的笑话呢？你是道歉还是在跟他说什么？你们演的时候没有压力吗？下周六晚，锁定守候《百变武侠》，绝对让你笑掉大牙。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快乐大本营这个全部内容，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下载我们湖南卫视的电视互动手机客户端呼啦，来加入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快乐俱乐部。是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是有些精神就要看大本营吧。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 FX 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